好了，老师。爷、yeah. 今天刚刚我去他的店里面，好不好？超级大赞，一抽就中 GK 了，好不好？本来想说呢，我就承受这个运气，到处去抽 GK， 这个月就不用工作啦、啊。那还是算了，我们找到别的更好的。他特别介绍这台低档版，档板很低呢，而且里面公仔不错，但是另外一台公仔更好。哪台？这台啊，这台公仔更好，凯哥这台。他已经，哎呦，怎么有锁哦？危险哦！他有锁啊？哎、欸，不是他的，那不是他的，那不是他的。嗯。但是呢，我们就是挑一下了，因为我放得很好，通常不简单。好了，我们就先挑个简单打一下，试一下手感，因为很久没有打公仔了，最近都在打那种戳洞洞。还有夹送。还有夹送。哦，夹送我看情况，有时候夹送是反而咬住你的一个利器。我都要把后面都先弄下来。看起来很难哦。哎呦哎呦！那第一张板不是都是拼自杀的？第一张板都是拼自杀吗？好像是啊。它会自己跳出来吗？有这么好的事情？公仔会自己跳出来？夹了。而且我本来想要跟听众的聊，最近别的 YouTuber 星星也有拍，说戳洞洞他不想拍了，他受够了。我吧，你也受够了？我没有受够，我那边没什么戳洞洞。而且现在你娃娃机如果不靠戳洞洞，其实还蛮少人打。原本想聊说，如果夹娃娃店不行，为什么玩具店可以？不要，我再讲一次。他刚刚自己跟我解释过一遍。结论就是，玩具店不需要符合宠物贩卖机法规。那宠物贩卖机法规的话，如果说有戳戳乐的话，必须要重新凭借。哦，警察在抓的时候，他们都是说你有点涉及赌。那玩具店这样没有涉及吗？那我跟你说真的哈，我们其实玩具店早就有警察一开始被人家检举，然后让我们被你拍照，就看那个东西说，我们这也是在做玩具啊，对吧？然后他们做个记录之后，也完全没有起诉。对，所以是怎样？所以是怎样？对啊，所以就玩具店例行公事说，他们受到了检举，一定要过来关心一下。所以玩具店没有涉及赌博的问题。没有，不然的话，全家 Seven Eleven 他们卖的那个台湾正版的一般商品，对啊，他们有在卖。那不就赌博？对啊，对啊。所以现在大家会开始换一个，就是不放说动作，换哪？包括哦，对，那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然后就可以像我一样拿光去照啊，拿光去照。哎、欸，那个桌子，那个包括它后面很薄哎、欸，如果把它撕下来看后面的话，真的照得到、哦。所以这样就可以，对不对？快,笑死了，自己刚刚之前。乖乖了，给人家照。对啊，我演上哎，演上。哎、欸、你都没有跳出来。对啊，我都没有跳出来，怎样？我应该先出一盒了吧？啊，听说你刚刚跳的。哎、欸！哦、欸！不要打的啊，怎么会夹到了？哦，这又是什么？要死了！乱打，乱打出奇迹！哎呦！我们有时候乱打就突然认真打一下，他就会被我吓一跳，然后就出货。哇！真的假的？抽到抽到！好啦，那可以，感觉可以拼夹式送。而且你最近请员工了？对啊，我一直以来也都想请员工，没想到是你先请。哦，我真的比较太累了，你们还有人帮忙？我也快不行了，我都每天都想要叫睡猪自己来固定。钱给多一点就可以啊。钱给多一点。
给多少算多？你说给多少算多？至少正常三万吧。哦，所以给三万就可以排出是不是？啊，我就可以在家里睡觉。啊，目前看起来确实很认真吧。第一天当然要认真，一定要的，一定要的。第二天对啊，前一个礼拜都对对。像大学生哎，20岁而已。哦，真的是大学生哦。哇！快两个，快两个。耶，果然机台喜欢大学生。另一样年轻的妹妹的嘛。哦。有。记不记得那个凯哥？他爸爸自己的店啊，全部都是大学生，四个大学生女生卖的。他爸爸离婚了吗？对。然后凯哥每次都会跟我说，他爸爸在看他们店里的大学生的孩子。小色色，那一群色老板，是不是在家偷用 AI？ 完了，我要问一下睡珠，睡珠，我以后如果找大学生妹妹来开店，你会被杀了？一定要的。所以说你觉得呢？男生抽一般，我觉得要看工作态度比较重要。哦，因为男生抽一般可能抽不好，他的火气比较大。可是我觉得我会想要请普通的，普通的就是不要太好看，不要太好看，不太好看反而会让人家有距离感，反而平易近人的就好了。好看或不难看，就是正常，对，就正常。最重要的是他要对这个有兴趣啦，有兴趣的，或者是他很活泼，跟客人。等下也要给睡猪有表现的机会。嗯，保夹吗？往大走。保什么夹？嘿，哦，哎呀，两合起来。哦。过来。看，果然那个夹刺兽果然会把我吃回去。大宝贝，我们就小力的绑，看他不会拖在洞口前面。二楼，洞口。吐血，卡洞了。关键的时刻，就差一盒了，我们被锁起来了。跳出来吧。我们没有退路。好了，那我把我撞出来了，碎了，漂亮。倒没有亏啊，兄弟，只是没有给睡猪表现的机会，我有点自责。睡猪给你表现的机会。那个小小兵看到没？出一个，然后中那个 A 伤凯多，我们就结束这一片。哎呦，交给你了。那个难的，那很难。你看人家说很难呢。真的假的啦？人家说很难。这个不是就靠运气的东西吗？没有。这个不是运气台吗？他该说的都说了。这个不是运气台啊。他该说的都几乎都保出来。这真的很难。那保多少？七百个。那可是很多人抽哎。全部都保的。真的假的？所以说我帮你夹一个，你把它搓一个凯多出来，让他此生好好做人，可以吗？我们让台主好好做人，不要一直想着要绑架别人，这样绝对不对。运气台，哦，他是真的这样，他很会丢。翻转。让我捏一点点，有了，呀，没了，啊，哎呦，更近了，这个是我最近的一步哎，甩打，甩打，可能我不太好，要不要直接捏痛？操，没钱，哇塞，啊，最后了。所以我想说给睡猪露个名，怎么这样？你要给他的是保家的表现吗？300块够你玩的了。好，交给你了。现在650。对啊，绝对够玩。真的。
棒子下就好了。好啊，说不定就出了。你这么正，对不对？小小兵都为你倾倒，小小兵都为你倾倒。你倾国倾城，倾娃娃机。哇，完了，完了。不然我们一次保起来保两只，可不可以？好啊。好好。有可能。可是你还差100，我看到你要确定呢？不用花两只，这样跑到两只吗？水主不知道，先试再说。不然丢这样浪费，老是好地我。你怎么打都还是打不到？是吧？哦呦，我看你这个危险发言哦。你一定要帮我抽凯多哎，那40块。你这样，你一定要帮我抽凯多、哦。要抽凯多，你责任重大。不要了，凯多了。你要先看到那个人兽形，知道吗？七八，这个是宝吗？还没，一次。然后呢？然后再宝，可以了。啊，你要瞄准一点。哎呀！你要确定点，叔叔，快点把它打开，把它打掉，打掉。那个，你出出好快。人兽行吗？哎，哇塞，GG了。好了，800块一条毛巾。好了，没了，算了。好了，结束了啦，就这样子。反正呢，今天特别聊了一下，大概有知道，大家应该也比较清楚，对那个拖动洞，好不好？他们的定义在哪里？所以呢，如果娃娃机之后自己变通一下，刮刮乐目前应该没问题。刮刮乐，刮刮乐现在很多人都把它藏在上面。哦，刮刮乐也不行吗？刮刮乐，你问真的还是问假？真的，不行了。那一般上也不行。有，还因为全国放大机有一条规定，有价证券都不行。有价证券都不行，等于说可以给无价的。啊，无价的，什么是无价的？因为等于说。如果说一般场可以的话，那你就直接加刮刮乐，真正的台彩刮刮乐。哦。因为有这条规定，就是有价证券都不行。有价证券都不行。那有怎样可以变形？假体送啊。假体送可以啊。那个就是无价。那无价啊，没有啊。你假体送刮刮乐。大家就喜欢有这种有色之心。哎。好吧，无解，就这样子，大家自己做的时候自己做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别忘记订阅用的频道。或者我们的频道，那、啊、我们有开玩具店在富士玩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在富士玩这种，就在中立区中的那个。来买一套。讲很多次了，大家也不知道，也没办法。记得了。那就这样。中山路上买一套。那拜拜。其实我觉得你的招很难哎。什么招？就是这个、啊。这是什么招？这什么招？这什么烂招？我一直在思考，用左手按按钮，然后右手又要跟着 tempo 比，不会很难抓吗？这反作用力啊！但是你说我按按钮的时候，右手会被弹开，是吧？很难抓一个 tempo， 很难抓一个 tempo。